我们现在自己开着我们的车车，我们准备来去一线天喽。OK， 出发喽！齐宛如这边转。哎 ，OK， 关掉了。好。OK， 我们现在进入一线天的这个产业道路，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入西川。那这一条产业道路呢是一个陡坡，然后因为它等一下是要到西川上面。转上面呢还有一个下坡，那在这个进入之前呢，那如果你不是高底盘或者越野的车呢，你最好就停在前面这里啊，然后走路下去，因为接下来的路呢就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好走。 OK， 我们现在就是真的要越野去了，然后你会发觉人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，这就是我们之前的地方啊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我怎么过去呢？继续开。OK， 我们现在的行程呢是参观水管桥。OK， 走喽，往前走喽。哦，今天的游客还挺多的，有人抱着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开吉普进来，心里实在有点爽。哎，但是这个是可遇不可求啦，爽到就好，要低调，再低调咯。哦，前面那个就是我们的水管路啊，水管桥就在我们的左前方。那等一下我们下了河床以后，就要穿过这个水管路啊，经过水管路以后呢，才可以通往一线天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要正式的往河床里面冲了。那这个哈哈，正常我们是停在那个前面的停车场。OK， 我们先关掉了。哦，太陡了，没办法啦。OK， 现在我们终于进去了这个往一线天的方向啊，这边呢，大家就是开始欣赏了，因为一线天本身来讲呢，接着下来就是要摆石头。这个摆石头呢也是一个工程，那等一下也可以大家好好的欣赏一下，这个就是一线天的景观。那我们现在呢看到有couple了，正在摆一个漂亮的石堆，这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，这是原住民的路标。 OK， 我们等一下出来再说了。里面就是真正的一线天。那一线天呢本身来讲，只有你到达这个地方，你才有办法体会一线天的美丽。那一线天本身来讲呢，它就是两个山的一个峡谷，那它的美丽就在这上面。那当然呢，有机会的话，你如果可以来这边，那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景点。那希望您在有生之年呢，有机会还是可以来五界部落的一线天呢，欣赏一下这一线天的美丽的景色。那每个时节来它都有不一样的感触。那理论上来讲呢，这个是水鸟，那有机会的话呢，你是可以来这边稍微的欣赏一下，沉淀一下自己的心灵。 OK， 我们继续往前咯。